猛能加快速度来牵制一垒。在这些这几位高层的领导下，我们现在联盟欣欣向荣。那我们这些年轻选手上来表现的这种态度就非常好。哇，跑动的过程当中，抓到啊！ 郭天信在一垒上蠢蠢欲动，结果真的被抓到一垒之间，他遭到了夹伤，这样子就变成两出局，然后垒上没有任何的跑者。我们再来看一次，郭天信在这个跑垒过程难免有点躁进哦，因为其实打从他一上垒之后。 大家好，我是君白，记得订阅我们的中信兄弟官方 YouTube 频道以及 Podcast 兄弟，你来说。